其实就是若隐若现，你要来加一个小可爱也 OK， 你要加长版小可爱也 OK， 你要加素 T 在里面也 OK。 但是我个人呢、啊，其实买这件用意就是我想要微信感。好，卡凡他也露不到我什么，反正他就是若隐若现，也看不见什么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也不必担心哦。然后如果你要加就是全长的素 T 在里面也都 OK， 就是看你个人喜好，个人喜好。然后它就是一件微透的针织。够辣吧？如果真的不敢穿那么辣的话，那你们就把它就是穿成半截的。好，手袖一样哦，这款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寒，你可以自己折，看你的场合。如果你今天要带小朋友啊，要干嘛，你觉得比较麻烦，那就把它折起来。来，这件衣服很显然被我勾破了。好，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没有觉得它就是很夸张、很裸露，对不对？大家这件衣服也蛮要小心哦，因为如果你有饰品啊，或是小朋友抓你的话，你可能会被抓破。它是洞洞的，洞洞的。然后你看搭一个根本就看不出来怎么样。好，来，它我觉得白色也很好看，是你可以搭一个白色或是黑色背心在里面就 OK 了。